教一个钟头都学会，也是照教给你啊，我要用它到我们家这样，去帮你做清洁。哎，对呀、啊，那他也高兴，老师也高兴，我们也高兴，有人帮我们清一清就大家好了。对呀、啊，啊，我的目的是要让伊多赚一点钱。是这样。但以后，哎，我们那个阿瑞吼，来已经第十年了。啊，第十年吼，吼，人伊转来七次。啊，我查一下，礼拜六有金曲奖。上个礼拜我金曲奖我有来听啊，二十几号要去那个谁，那个谁柜台拿票，在哪里这里金曲奖，上个礼拜吧，这个礼拜也有啊，上个礼拜也有啊，这个礼拜要赶快去拿票。金句是不是金曲奖颁奖啊、嗯、啊，我是听歌的了、嗯，金曲奖颁奖，他去哪边？你要不要唱？有不唱啊？有唱的啊。嗯、下午啊？我不知道。我应该晚上啊。都是晚上，都是晚上。要票啦，那个要票才能进去。嗯、没有票的是奖是卖票的、啊。颁奖嘛，看谁得第一。啊，就一天了了哈，啊，星期二没事，然后就去我的同学家唱歌、吃饭、喝酒，啊，就这样的又一天了。啊，星期三没事在家，星期四，就上课，啊，没上课就我们去那个我们的会馆聊天。哈森，哦，那他每天都排得满满。啊，星期五又唱一天歌，早上卡拉 OK 水源市场，下午退休协会那个杨金水有没有？那个指挥的，哦，那边教唱歌，就这样。啊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不然就是爬山就这样子。没事，除了爬山要小心一点。啊，爬山又吃饭，他们还就回来了。生活多么充实啊！对，忙得很啊。每天就是这样。唱歌、吃饭、喝酒。唱歌、吃饭、喝酒、画画、跳舞、健健美，多好！人生多么美好。那个。长家设计啊，因遐食饭啊，陈世宇啊，他，伊讲迄啥物电竞吼，那袂是食咸的、食酒、食啥拢会痛，所以现在我袂当食酒。那伊食伤酒？食伤酒，食个酒。带小朋友要回来吃饭。啊啊